游戏梦想基金，以上产品均未对本节目提供赞助。观看本期 CM 教育大全的同学将踏上排位赛分分钟上分的奇幻之旅。关注 CM 教育大全的幕前幕后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艾特七号同学的腾讯微博，以及登录 GTV 官网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登录优酷搜索 GTV 游戏视频网观看节目的精彩花絮。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好，转过来，好，砰 ！I want you， 是中文吗？按一个按钮。所以我是华少。华少你好。华少被清点了。你上来把这个。大家好，我是华优。华优是跟华佗都有点关系。我的意思是你先把这个语言上的，还有这个文字上的，以及这个说话上的公式，赶紧都把你的这个怒气先打光。这样的话接下来我会安全一点。是，好的，那接下来我就一句话都不说了。那我先来说一下哈。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吸血鬼这个英雄啊，然后天赋和符文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符文就是这样，这中单其实比较标准的这种有一定半肉性质的这个符文。你可以这么带。然后中单的天赋呢，21 90，我们强一件就是强烈建议大家还是要点主点这个进攻天赋，因为如果是走中单的话，你在团战中肯定要肩负起这个比较重的一个爆发输出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就不要考虑就是点一些奇奇怪怪什么，包括21防御这种不合适。顺便说你们现在就搞得有点变态了，我发现。你别说你们呀，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跟我们的各种变态就老要我打这种就是以单机为主的。哎，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比较出风头吗？这出什么风头要前期大家可以看到啊，中单打这种带点控或者指向性技能包括这种英雄，安妮瑞茨，包括什么包括卡斯丁等等，我觉得就尽量在四级前不要跟对面有过多的摩擦，有的甚至有些兵你就要么用技能补要么漏。直到你的这个等级稍微起来一点点之后呢，再来进行安全的一个发育，因为以吸血鬼这样的一个英雄，第一你不会平白的出去支援伤入一血了。第二就是说你这个打三狼打 F4 的效率非常的高，所以前期只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往后走你是非常轻易就能把这个钱给赚回来的。所以是后期英雄。是。我们觉得前期就要稍微猥琐一点，对，发育型英雄都这样，就是保证自己前期的一个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不是说你前期一两个兵就能决定你这一局的发育，对不对？就是腿要短一点打嘛。好，陈毅同学送出了自己的双 buff， 但是很可惜收 buff 的人不是瑞茨，不然的话我现在就是一个双 buff 的中单吸血鬼。所以你在怪建一吗？没，我在怪这个二级不升一技能的那个谁。那个谁是吧？对，大家上单德莱厄斯懂的。是，你看我这个塔下补刀，非常非常灵活啊！哎，大的捞了，你敢信？我们还是说一下上路这个德莱厄斯，对不对？他一技能其实那招叫紫色隐者。你发音标准一点。紫色隐者啊。哦，你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紫色隐者。对。拉面，把别人拉过来。哎，你说你怎么说什么话都让人觉得好吃，那么违和呢？违和。这句话好像是你以前形容过我的。你知道怎么样变得可爱起来吗？身为一名女性，你想一想，我告诉你，穿的少一点。我们这个节目未来会出镜啊，现在还没有，你别着急好吗？你要穿少一点，将来留着去那个。别流口水。瑞茨又来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说到哪来了啊？你想变可爱一点的话，我好疼！刚刚没注意到，他有个 W， 这边赶紧在小兵里头绕一下，绕一下，绕。哎呦我，他先，他刚刚是先 W 走。哎，你说这盲僧，你说他图什么呀？你说他刚才要是先开一个 Q 是吧？对，就是先 Q 再 W， 踢死你，然后再 W， 他也不至于换命啊。他说不定带死两个。对啊。对啊。要是你的话你不会这样打吧？我直接闪现到人堆里头。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自己死在塔下，对不对？其实他刚刚跟我换命是我比较赚。对啊，明显。第一是他有几率逃生，第二是他这样我跟他一换一，反正我塔下的兵都已经补完了，然后他多送了我300块钱之后，我立马就出了一个吸血鬼出来。不出了一个吸血枪。我是吸血鬼没错。好，这边把瑞茨打回家。瑞茨其实中单带的是一个传送，单对单的话他是没有一个击杀能力的，尤其在我出了这个吸血枪之后，我现在发育
已经开始流畅起来了。嗯，想可爱点嘛。行了，那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吗？去把九九全部看完。九九，嗯，九九是什么？九九就是，你知道现在女性什么属性比较容易惹大众喜爱吗？那肯定就是傲娇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这种叫娇娇的书。哦，看完之后你就特别娇。到底有多娇呢？娇到别人都不想做人了。真的吗？对，会失去友情的。我现在就可以娇一下。是吗？嗯，但是我不会对你放的。因为我现在是在一个小黑屋里边。是这样是吧？所以还是不要发生这种事儿了。是，然后节目里头听到了衣服破裂的声音。我觉得这个瑞慈很爱你啊，对不对？是，上来二话不说朝我脸上扔一个技能。也没什么用。那当然，我现在有一个吸血枪在手，而且大家可以留意到，逐渐的其实可以叠一下自己 E 技能的这个 buff， 因为这样的话主要是增加 Q 技能的回复。你想想，大家因为 E 技能叠 buff 而多损失的血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嗯，而你现在首先又有吸血枪，同时 Q 技能又有一个至少三级的一个回复，所以你失去的只是一重，而你得到的是双重，从吸血枪到 Q 技能的回复。你并不是一无所有啊、嗯！是我除了 Miss 之外还有我还有猫。他的今天这只猫的名字叫小美。他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名字，我可以换着来吗？是我真正养的猫，其实是在湖南的老家。嗯，好，这一波他给我上，但是他没有点燃，他剩下最后一个 Q， 好难、嗯、这个时候真一呢赶紧上来，而对方瑞慈出现了，对方瑞慈他没有办法把最后的一个 Q 打出来。嗯，我凑着往前走，开个疾跑上来吸一口，哇，扑通扑通。这个是你什么的声音、啊、吸死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这样配音，你知道吗？好像是上厕所完了以后冲的那个声音、啊、我上厕所我还发出那种吸的声音吗？我怎么知道，反正就是，所以刚才你以为是努努那个下水道的皮肤吗？哎，我跟你哦，我以为你说努努放那个、好吃死了。我觉得刚才那个正义的出现还真的是及时，你不觉得吗？开玩笑，刚刚正义他如果没有正义，那个瑞慈放一个 Q， 但他当时其实还有蓝量，只是他 W 技能没冷却。嗯，如果没有正义，他就不会走，他就留在这个地方继续往塔下冲，然后再给我下一次 Q 技能，我就死了，你就该死了。所以主要体现出来就是我对真一这个走位的掌控是非常到位的，所以他救了你一条命，然后你要以身相许。如果没有，算了。I want， 我以后都背对着这个屏幕解说。嗯，其实我觉得对面的瑞慈他是有空、嗯，但是你没有。如果说你前期被他打爆了，你是不是就很难打了？我没被打爆。如果呢？你干嘛就是要咒这种事情呢？因为不会发生啊。如果被打爆呢，就叫干哥的队友来帮忙嘛。如果被打爆我们就停了。吸血鬼这个英雄你自己不想送的话，你是不会被打爆的，真的。你再不行你把符文改一改嘛，你带个魔抗嘛，是不是这样？防御高一点是吧、嗯、但事实上我觉得法强，嗯，因为他还能变血，还是比较适合你打出比较高的伤害的、那个、刚下路又是传送过去的吗？好像是，那我赶紧在中路推一波兵。你这是什么节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吸血枪之后不停的累积四层的E技能，包括有事没事跑到 F4 那转一圈。嗯，就感觉什么事被你说起来都变得很简单。哎，你把这个方法掌握了之后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你想想我这样的智商，我这样的操作啊，还不是能玩？这样的智商？嗯，我智商还可以，我知道。你怎么了？你这种抖颤抖起来的感觉，就好像听到了某种难以接受的亲人，就是我患病了这种。我一定要呼吸一下，要不然我可能就有一种想骂街的感觉。啊、你要骂街了吗？你这素质好低啊！我不会嘛，因为我是一个有节操的人嘛。看出来了。嗯。都在地上呢、嗯、但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节操掉在地上的时候你就像肥皂盒一样，你不要轻易的弯腰捡了，会出事的。是吗？嗯，多话我就不多说了。其实刚刚可以看到，就为什么说吸血鬼这个英雄建议大家尽量少去边路支援、嗯、不是说希望大家打单机或者怎么样，只是说这个英雄真的你又没有留人的技能、嗯、你也没有加速冲锋什么的技能，然后你跑到边路去
说老实话，这不是吸血鬼的擅长。我们玩一个英雄一定是要扬长避短，不要像小游一样拿着一个中单的英雄去当法，不当肉盾。嗯，拿着一个 ADC 去打辅助，我还有这种能力、啊、哇，小游打辅助不插眼啊，打 ADC 不补刀，你敢信？这些秘密你都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了。哎，我还是插的。他身上有个蓝 buff。嗯。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他技能交光了之后，那还不杀他一波？但他交了一个闪现。所以你就这样绕了一圈，我要不要给你个圆规啊？我给自己画个圈。看似其实是还有点伤，因为我交了两个召唤师技能，他只交了一个闪现就跑掉了，但至少我赚了两波兵，我还能赚他一个 F4， 这就够了，是吧？是四层，这个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 buff 持续的时间是10秒钟，而你一技能本身是一个5到6秒左右的一个 CD， 所以可以频繁的来保证自己处于一个良好的回复状态。你包括就是你不放技能的时候，这个E技能它还能强化你回血的速度。嗯哼。嗯，三分之一。所以一切都在诠释的计划范围之内。那数字，我们对这个是很敏感的。都有诠释，对吧？什么呀？没有啊，就是发现我们基本上看吸血鬼的话，都是只看到对面的瑞兹。啊啊，是吧？哎，你有没有发现单独行动的感觉？你有没有发现他手上拿的这种是可乐？可乐，对，他是吸血鬼，是白式的还是可口的？但是是黑色的那种液体，要不是可乐就是石油。哦，就他不喝血啊，因为是国服，就被和谐了是吗？是这样。嗯，那这都不是事儿。那你说他一技能放出去的是那种血滴，还是你看一下，还是这种蝙蝠呢？应该是粉色的吧。好，这个地方我还是跑到上路来去一下，因为毕竟瑞茨也去了，而且上单的英雄死了，如果这个地方我不来支援的话，赵信很有可能会被三方包夹来直接越塔墙杀掉。是，所以这个时候支援一下还是有必要的。至少我觉得我能留下一个潘森。嗯，他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的好，往前走交个E技能，等冷却之后再吸一口。好的。W 技能刚刚好像运气特别好，躲掉了一个 Q 技能。嗯，但其实也是我有意而为之的，这都在计划范围之内。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只不过说到这个塔下补刀，他这个攻速真是挫，直接用挫来说吗？挫的一那啥。中单还好，你知道吗？中单因为一般都能把这个兵线控在最中间，嗯，什么都好办，键盘要滚的熟。你为什么老喜欢用滚的呀？你好好按不行吗？你是用什么部位在滚呢？脸。这我都之前你问过吧，好像我说最突出的部位、啊、你说用头嘛，对吧？对啊，你这样会降低智商的。也有可能是鼻子，因为我鼻梁跟你比还是挺高的。真的吗？当然，就是谁跟你比都还不矮。这跟我们今天教学没有关系，我警告你不要老这样。不要针对你的容貌做任何评判。我也没有针对你的大腿半径来说些什么呀。真的是小腿，我真的是小腿。哦，你那个是小腿是吧？对不起。你要再这样说的话，我跟你讲啊，我直接就爆痘了。你爆痘了吗？开始了吗？我非常好奇会什么样。我从小到大就真的，你不要说我的小腿超过5句话。我跟你讲，这个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全世我还不知道呀。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是说不要说上你的小腿超过5句话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是确定一下，是不要。你继续好吗？求你继续好吗？好好好，我们这个地方开始打团了。这地方其实不用大招，大招如果回头发生一点什么打小龙啊这种团战的话，好的，都可以留着用，对吧？这里杀掉两个人之后来打小龙。然后这就是为什么说能不用大招，刚刚就是那盲僧什么的是必死。嗯，留着。这个时候谁敢不识相跑过来对这个小龙做点什么，我就要告诉他。哇哦，你看那个吸血鬼的大招，我觉得好帅啊。我没放呢。我知道呀，就那意思啊。哦哦，5 4 3 2 1，对不对？等5分钟，然后那个人直接就跪了。好的，赵信绕后了。这边他一副要搞的样子，但其实只是先吸收了对方的技能，在骗出技能之后再闪现交出所有的 E 技能 Q 技能。哇，这判断的太好了，这个就有节奏了。我就结合在自己的队友当中，嗯，齐齐的掩杀过去。感觉好像很卖力的样子。我还可以吧，你别说的好像我就是个南国先生就打酱油一样。我出功了也出力了。我说的是那个努努。
哦，对，感觉好像很卖力的样子，是，对，因为他胖嘛，然后就很累嘛，对不对？没说吸血鬼，绝对没说。哦，你说的啊？没有，嗯，对，你说的你没说。对，哦，你在说什么？我有点听不懂了。你说的你没说。不要说任何跟逻辑有关的话题。小腿也不能说，逻辑也不能说，你怎么玩啊？小腿是真不能说。你自己好像说个不停了。你说五句试试看，真的。会怎么样？你先告诉我会怎么样。哦，这个地方传送了，快走。你整个演播室都听到我的声音在回荡，快走，这是我发自灵魂的呐喊。吓哭我，啊，你给我，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震了一下，刚才是吧？震我一下，巧克力。嗯，以上品牌均会赞助本节目。你从哪学来的这一招啊？我是觉得这样容易出事儿，如果都说一遍啊，那你说起立万一要看见了，对不对？是，我什么时候赞助你们节目了？然后万一他一看这个就是赞助我们节目了怎么办？啊，哦，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觉得反而会就是从此确定他这种我绝不赞助这个节目。这样别人听起来比较有特点。我觉得这样让人记一辈子也是好事。没事，这样的话那个娃哈哈的对头公司会来的。娃哈哈不管怎么样只要赞助了就好了。说老实话，我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娃哈哈还真是有比较鲜明的国产对头公司乐百氏。嗯，那算是国产的吗？但我感觉它一直是个中国企业。对，乐百氏现在听起来好遥远了。对啊，现在人现在都不喝奶了。哦，是这样的。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没说别的意思呀，我只是在想，其实脉动什么的还是他们在出呢。以上品牌均未赞助本节目。今天到底提了多少品牌？嗯，别闹，我们不说了，要不然真的容易出事，容易赞助我们。嗯，这也不赖。嗯，可以。这别浪，这都可以有。别浪了啊！我自己可以来。别浪，别浪。嗯，我只是玩一下，不要越塔，先吸死这个辅助。哎，然后刚才哇，这个大招大家可以看到，我大招其实打到了三个单位，但其中呢只有盘森一个是英雄。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好的预感确实是这样，刚刚冲打冲得太凶残了 ，W 技能冷却之后，我的哇，这波太伤了，真的。是的，我哎，你说你刚才你看看你的小我主要就是想说里对不对？这个杀肉你为什么不开呢？你要开的话，你能再杀一个，你至少不会这么惨，对不对？我不开，你一定是忘了。我是有原因的。你不是想了一下，算了。其实主要是忘了。对嘛？你早说就好了嘛。不对，但是这种话从你嘴里头说出来，我觉得特别难以接受，你知道吗？有什么难以接受的？啊，大家都看到了呀。没有，就像一个剑术的高手。嗯。然后呢，突然有一天被一个这种剑术 的小弟剑术的小朋友跑过来说：“嘿，大哥哥，你刚刚那一招舞的不对哦。”大哥哥，你剑忘拔了。我就特别想抽着这小孩一耳光。你想抽我啊？你谈不上小朋友。嗯，好吧。对，主要身高在这摆着呢。你都而立之年了，主要是身材什么的都在这摆着呢，是吗？确实不像啊。嗯，你一说到身高，你想身高跟什么部位最有关呢？身高和腿吧。啊，对啊，腿长啊。哦哦，还可以啊。我是觉得至少跟你的比例比起来，我是不输的。真的，试一下好不好？你这样怎样试啊？啊，不就应该是计算一下？就从肚脐眼到脚的这个高度再比上好全身的高度。那下一期TM教学大全我们就带来这样的一个内容了。我们教一个像类似于酒桶这样的英雄，就是把肚脐眼露出来了，腰大十围，简直就是没有节操，身长一丈。嗯，没人想一直提你的腿。我觉得我真是中计了。我突然发现我中计了呀，对吧？有人呢，他就其实一直想别人老提这个事情，就说你不要老提。我真没有，哎，我真太年轻了。这我，你是对你看你跟谁比了，对吧？嗯，你跟我们楼下那个传达室的大爷比起来，真的是挺年轻的。嗯，我们传达室大爷怎么了？他最近还植发了呢。我的传达室大爷怎么会是你的传达室大爷呢？你不要闹好吗？我以为说你说我们楼下的，怎么可能？你黑我啊，来这儿蹲一下，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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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别浪了，别闹了。哇，你看这个努努一蹲在那儿，你们俩都没地儿了。有点。我们骑在他身上嘛，反正他身上能骑一个，还能再骑一个。有节奏。哇，你看我这个伤害，你看我这个输出，这个，我的吸血鬼伤害往前走，对，大招本身就能加伤害，然后你的E技能叠了四层之后，啊，而且你还能回血。嗯，你。E 技能叠了四层之后，你 E 技能也有额外的伤害。嗯，然后你 Q 技能作用在大招的这个加深伤害的 buff 之上，也能加深伤害。你的队友也能享受你大招的。其实说来说去就两回事，我把它说成了四件事。对，
你知道我你发现了吗？差一点都听出来了。你差一点就听出来了，可惜啊，可惜可惜。就感觉是这样的。是，继续在身后，对吧？嗯。朴实无华的交出自己的妻子。是的。哇，这个德莱厄斯这一下爽快了。嗯，所以说吸血鬼不杀死个十个八个的，对不起自己。是，然后大家发现就是我们打完之后呢，其实可以拿大龙，也可以推中路，也可以推下路，可能拿小龙。嗯，那这个时候最怕的其实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而我体现出来这种高大全的精神，就是我跟我双排的队友一起，他决定打什么我就去打什么，虽然我觉得他很傻。嗯、所以说，嗯，但我毫不后悔。但我还是要把他很傻这句话一定要说出来，明明白白的，你知道吗？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你没后悔。所以你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吗？啊，嗯，不，总要有人反衬出你的高大。但是还是掩饰不了你就是对于这期做吸血鬼，然后对于他的这种怨恨。那你们要让我做这种英雄，真是有的时候挺没意思的。嗯，你觉得牺牲自己就是来放大自己的队友，放大真一这件事，不觉得很伟大吗？那真是太放大他了，对吧？虽然说赵信今天有几个小操作还是比较亮，但我也没有忘记他是如何去冲塔的。我可以理解成为他这种护主心切，对不对？对对 对, 对，你想想，你看他长得就是一副护主的样子，是吗？而那个主啊，就长得完全就不是一个主的样子，像一副狗的样子。你这么说也太难听了吧？哦，我觉得这么说这真的是对狗来说太难听了。你也别这样，我觉得我已经自嘲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啊！你还在这儿加深我的伤害，对不对？你是不是上了四层一级的？我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对于吸血鬼来说这都可以承受得住。好，对方的 APC 跟我们的 AD 先换。好的。但是呢，我们这边还有后续而上的 APC， 也就是我啊，对方没有后续而上的 AD。 没有。 AD 在哪？在哪儿？咱们猜猜看他在哪儿？他被我杀崩了。他会在家吗？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从看到没？在这儿呢。然后我给大家提一点醒，除了这个队友打什么，尤其双排什么，你一定要跟双方的朋友这个保持好良好的一个默契之外，嗯，就甭管你觉得他傻不傻，你觉得他判断是傻的，你也得跟他一起去啊。你就不停的在强调他傻是吧？还有一点就在于不要在烟雾弹里头放大招，大家记得我刚刚中路放的那一次吗？我放那一个大招没放好，直接一波团灭。所以那是反面教材。吸血鬼打得好不好，你要说思路上真是超简单，怂着打嘛，发育嘛，嗯啊，打打钱，对不对？成型之后，然后就看你这个大招放的是不是恰当合适。对，至少三个人嘛，刚刚我倒是也放到了三个人。嗯，就主要有两个是小兵。所以说我要说一句英文了啊，时间很重要。哦，不，时机很重要，对不对？啊，是不是英文啊？这是英文是吗？就很阴险的这种文句。我就突然随机应变把它给改了。没有 timing 对吧？ timing 很重要。是，所以就是玩脱了的话就容易空大，对吧？我觉得也不是玩脱了吧，对面烟雾弹扔的地方好，对面走位走的好而已嘛。嗯，我没有说你呀，你干嘛要接这个呢？我真的是第一次没有黑你的意思，然后结果你还误会成我黑你了。那还是我的错。 对, 对不起对不起。不不不不不，就不要自己独自承受这些，就容易牵连我，主要是你知道就好。嗯，老老实实的，现在呢就比较顺了。到这个地方来插个眼，你看我这出门中单的还带三只眼，这多么楷模的行为。是啊，我真的要向你学习，我经常都是买了好几个眼然后不插。你是你打辅助不插眼，打 AD 不补刀，不要再说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好像就打辅助，也就小牛还愿意跟你一起玩。我真没跟他玩过，我跟你讲。是吗？一次。下不为例啊，对吧？怎么好像你是我爸的样子啊？没有，晚上不许跟人出去玩太晚啊。不是啊，就是、那种感觉。不，我是在吐槽你啊，我没从没跟他玩过。一次而已。好吧。哎，不要摆出一种父亲的姿态。嗯，你要让我容易不讨厌你。你这种恋父情节是从哪来的啊？我也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看过那种很讲究男性化的各种各样的漫画？嗯，还好吧。对吧？西游记啊。那不是男性那么简单的事儿了。现在已经感觉是最后一波了。确实。对，一切都很顺。所以我们回顾这一句，
你没什么好估，就没什么好估的，就好好打钱嘛，然后出点装备。对，其实主要是就是中路遭遇 gank 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处理，就尽量别把自己这路打崩了，然后也不要无意义的老是跑出去这个支援。嗯，第一保障安全，第二保证自己打钱的这个效率，第三团战的时候不出各种各样的乱子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中单的吸血鬼教学先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带来一场上单的。Let the games begin。 好的，带来第二场这个上单。上单呢，建议大家尽量就是点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符文天赋，对不对？尤其是天赋主点9210会比较稳妥，尤其是这局我们面对的是这种鳄鱼，有突进，然后无消耗，有回复能力，所以这样点没错。嗯，有我最爱的琴女，是吗？对，可惜你跟他有一点差的很大。你是说，我觉得还好吧，还好吗？琴女都没有腿。哈，你在说什么呀？我说他是个哑巴。哦，就这一点你能跟他一样，我觉得坐在你旁边的男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幸福。真的吗？真的，这是你说的。我说的。那我可就。我都想了半天，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就不说话了？结果他还是忍不住。那我从现在开始不说话好吗？那我从20分钟以后开始不说话。这场就没打那么长时间，19分钟就投了。要这样了，是提前1分钟投。嗯，是这个上单的吸血鬼，有什么不同呢？我跑到，这一起吃是什么意思？嗯。不能一起吃啊，这经验是我的。主要这一次是龙龟打野，然后他要打蓝开始，所以我只能说跑到下头来，来吃一个 F4 的经验。嗯，龙龟滚得好开心呢。嗯，这一局应该是好像是小智最近做过一个火箭龟的教学。嗯，这个貌似就是这个玩法了。嗯，赶紧走到上路去，时间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你还要我帮你打这个？我完全不是为了你啊，我只是过来吸一口回点血而已。嗯、哦，是，绝对不是为了你。你再 A 一下吧，好笑吗？我只是就，因为总要有点回应嘛，对吧？要不然我怕你就不好笑。也许我哑了，但这样会显得我更加淑女。没有，我是说一下琴女的台词，我不是针对你啊。我知道我淑女啊，那我还是针对你说吧。吸一口，鳄鱼的血，别再发出这种声音。鳄鱼的血好咸，你知道吗？啊？对，因为它体内的盐分很难排出去。你怎么会知道？不然自己喝过，不然它干嘛要流泪呢？它是通过流泪来排盐分呢。你看那种远程的那种小兵啊，你混混经验就行了，有的时候不要去补。尤其对面，对，尤其现在对面满怒，我还不知道他升了什么技能。好，他没有升 Q。好的。嗯，不然就感觉很危险的样子。是，我觉得鳄鱼他挺聪明的，这个趁着有怒气就搞你一下。我觉得你现在搞我一下，你这说的，对吧？其实他主要是用 E 技能先 E 过来，然后满怒晕我一下。刚还好，他刚刚还只有二级，你想他到了3-4级，对不对？E 过来，那就这个玩法，对对对。所以你要很注意这个站位。他一过来之后咬你一口 W 技能把你晕住，然后再转你一下 Q 技能，他自己还能回血，然后再一回去你拿他没什么办法，就完断了。是，所以我们一定是双杀的卡萨丁。卡萨丁前期拿双杀这一局岂不是要20投了？我好像不应该灌输这种概念，什么开玩笑的。嗯，你有在开玩笑吗？怎么没有人笑呢？我觉得这个鳄鱼跟你消耗的都差不多了。是，都开始用 W 技能来那什么了。那什么？哇，这个塔下怎么着？我
这攻速太挫了呀，你这漏兵漏的啊，是不是啊？这还不如 Look 的那个随缘补刀法。随缘，你至于吗？你一回回两个，我发现你一切随缘，一切随缘，还不如随缘，真的是，真的是。我就第一个 W 技能在塔下补的那个兵，我觉得还可以。嗯嗯，跟 Look 的随缘补比起来，嗯，差远了。这已经，我已经无力吐槽了。但我的态度是，起码是正确的。我是否把每一个都补到，有问题吗？我追求极限有问题吗？也许我实力有限，你难以激动，你难以保证，你难以确定我以后达不到这种程度。我又没说到你，对吧？什么原则的问题？你至于这么激动吗？你，我警告你不要老挑我的刺。你明明不太会这个游戏，装什么呀？我一出什么问题，老子他们。唧唧歪歪，我失态了呀！你再这样，你没老衲失态了。你是吧？我给你瞪回来。是这样吗？对啊。你不觉得老衲一失态，那秃驴补刀这太深了。是，一想，嗯，补刀的同时来压制他，来再吸一口。你咸是吗？你这个咸食的鳄鱼，咸鱼。我感觉是鳄鱼。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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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给你个点燃，吸你一口，浇 W。哎哎哎 ，W 不能浇早了，浇早了你扣的血太多了。嗯，真的是。是你要看差不多的。没必要追了，他浇闪现你已经赚了。哇，我本来说我是赚了一个疾跑的，这里还是开了，开开开开开。对，不开的话，还真就 Q 到我了。嗯。哎，吸一口，啊，扑通扑通。好爽是吗？还可以。嗯，看得出来你很爽了。嗯。哎，我不是说这个英雄不好玩吗？所以你玩的不亦乐乎。失态了，失态了。你别老失态行吗？哎，哎呀，随缘了，随缘了。是不是有一种有什么东西在挠你的心的感觉？那何止是挠我的心呢？嗯、没事，来随一下缘。我到六级了，吸一口。哎，哦、好痛！这两个人。你们，哎，躲了一个 Q， 再玩一下，来来来来，再吸，再我吸他吗？这边还可以再绕，这，哎哎，你我两，我觉得 I want you， 我觉得你已经，这真是非常的我，你别去了，这个到六了，你怎么跟他玩啊？你个五级龙哥，你快撤吧！哇，这个真的打不动。熊孩子，你还是回去吧。没事，还好他可以跑得很快啊。是吗？呵，你这盲僧他是不过来了，不然的话，不然的话，鳄鱼再拿一条命，真的。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已经可以了，刚才。我可以了吗？对啊。那个鳄鱼最后出来的时机真是亮的一那啥。嗯。他关键是就是他如果不出来那一下，我绕着这个小兵继续转，盲僧肯定杀不了我，然后盲僧就被我玩死了。事儿哈。然后，但如果我不先交一个 Q 技能呢，我又没有资本去跟他转，然后。我留的那个 Q 技能其实是可以吸死鳄鱼的。总而言之，嗯、对面鳄鱼好像每一个细节都保不到了，唯独就是他对线打不过我，最后才是重点啊！别忘了，就是对线的。其实我觉得吧，嗯，这个对线他确实是打不过你，嗯嗯，但是你刚才还是还是死了。你别说话了，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吗？但是他也快死了嘛，对吧？啊。差不多哦，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嗯嗯，漏了一个，又漏了一个。嗯，但比随缘要好很多。对，卡萨丁去下了。这个鳄鱼还打算要搞什么？这个鳄鱼，好，盲僧在下路，我这有的是机会跟你玩啊。盲僧这个时候还没上来，那他再过来，我直接交 W 消耗他。就别怪我了，是吧？是。老娘认真了啊！就别怪我不是男人了啊！啊，那你确实是不是？盲僧现在不知道位置在哪。盲僧应该在下吧？他刚刚在下，这个时候有可能到上路来干点其他事情。我们要反复的判断对方的一个行动，我觉得打上单尤其是如此。嗯，你说上单的技术其实就分两种呗。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地方鳄鱼回去了，我就可以再压一波，没错。对，你也回去了，你差点。所以我不能回去，我要再累积个E技能，然后来玩一玩。嗯，就在他回去的那一下呢，改变了主意。嗯，其实就顺着刚刚这个话题，有几次
就刚出来在兵线上跟鳄鱼，我都是贸然的，看似有点贸然的教这个 W 技能去躲他的技能，或者说跟他对拼。嗯，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马后炮？我都是知道那个盲僧在中路出现过，好吗？我觉得你只要不说这是马后炮，一切都挺圆满的。但我说了，实测呀。顺便再告诉你，这个什么叫什么来着？你是想说哪个装备吗？是那个探索者的护臂。嗯，其实上单你可以考虑出，还有一个更厉害，就如果你上单，你想想，传说中最克制吸血鬼的人是皇子，嗯，因为他的大招这是完全封杀你，嗯，这样一个英雄，你如果上单，我说难听一点，对线被打爆了，想都不用想，先出那个蓝盾的配件，嗯，那个守望者铠甲太厉害了，好，我回去就出，啊，你上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上来就是被打爆的那种，是吗？看出来了、哦、不是，我觉得你一直在指着我说这个话是让我就是我用哪个部位指着你啊我舌尖上是指着你的对吗？舌尖上的这种，你这个人还真的是好吧，看在你、嗯、你这两句发挥还不错的份上，我就先不计较了吧。哇，你这个啊金发大小姐的这种气派就来了。好，我看到盲僧了，我已经看到盲僧了，他应该是会从那个大龙那个上头飞上去，嗯，然后我知道他在这儿，就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教 W 技能来跟对方躲技能什么的了。对对对，嗯，你看已经玩得很溜了。哇，我们说就是，你看这个鳄鱼，他敢顶着这么多小兵来跟我打，所以我就觉得上单第一层呢是把这个英雄的技能玩好，然后搞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打钱还是对拼还是推塔，是等等，对不对？而第二层我觉得就是根据对方这种小动作来判断他身后到底有没有人埋伏。嗯，这个一升级起来自己都变态。你我知道你说的是鳄鱼。对，鳄鱼，嗯，就是不是对面的吸血鬼，绝对不是。吸血鬼是我，就你上来能被我玩的人就安排到对面去吗？你跟我之间到底是，难道还在这儿？没有什么。这鳄鱼现在其实真的是完全打不过我的，所以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是，所以我时刻要观察他这个走向，他如果就是明明打不过他还要跟我打呢，那说明他身后应该是有人。但有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忘记，他就是故意装这种有在演吗？远而视之近，近而视之远，对吧？虚张声势，这叫嗯，差不多了，可以考虑强杀他这个。你觉得可以上了？嗯，吸一口，扑腾扑腾，有技能，他开大了，果然旁边是有人的，交个大招。你觉得我会死吗？我觉得你好，我们那边有个火箭龟传送了，哎，躲过这个 Q， 嗯，这个、你别流口水啊，你刚刚没有你，叫他交了一个闪现把我弄死了。哎呀，但是这个龙龟能不能？龙龟杀他应该是还是没问题，嗯，还行吧，这一波我觉得还可以，不算亏，对对对对对，一换一，然后对面那个谁其实被压回去了，就是他怎么样跟我来拼的呢？他是线上打不过，然后那个盲僧一直就在蹲，从我插了那个三角草看到那个盲僧在这开始，嗯，那个盲僧从头到尾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还一直蹲在这儿、哦、然后他蹲了大概一分半钟，最后跟我换条命，这肯定是他亏的。包括那个就是鳄鱼，他也没有因此就没有因为队友的这次一换一而导致他多混一波经验多拿一波钱、啊、什么都没有，他一直在这蹲，你我不是在狡辩，真的，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坐在旁边，我就总觉得我要多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一定是你的问题。你认不认错吧？让不让我说话呀？你认不认错吧？我跟你讲啊，我绝对不会说我错了的啊，绝对不会说。这件事我不对，我绝对不会承认我错了。是我这样再憋个你几次，你是不是就彻底黑化了？我是不是得先说我错了，所以我才能说后面的话呀？哎，有这个可能性啊，你这样倒是不错的。我跟你讲，我都忘了我要刚才要说什么了、我错了，今天我来到这个节目，哎，不对呀、啊，你来这个节目不是你错了的原因吧？是你错了。好，情侣在这，我踩到了一个夹子，天哪，这一句能不能删掉？先封死掉他这个从后头淘宝的这个后路，对，然后，哎，等一下，留技能，留技能，不着急，不着急。我其实留技能，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我潜意识里头是想说，留技能，最后 KS 那个人头，想想算了，我还是应该去。追上头那个努努，然后发现努努跑得很快呢，我赶紧回他说他。嗯，还好你没说。你要在个人的这种欲望和正确的该干的事情当中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要像小优一样，对吗？你看到我的欲望了？这你真是为了黑我啊，黑我呀、啊！我才没有呢，我每次都
对吧，发自内心的是吗？我经常就是说啊，你这个打得还不错，对不对？就是啊，你这个很亮啊。那你要想想你自己，就是为什么你一说这个难听的话，或者说黑人的话，别人就觉得这是发自你内心的，这是你真实的感受。你好不容易说这种赞扬的话，别人就觉得哎，是不是冷嘲热讽啊？我觉得那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吗？别人也没这样啊。那明显是你的问题。我好不容易想正经一回了，你还不给我机会，对吧？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正经的机会都是我给你的是吗？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你也是有扎实的人，你冷静一点。是，话是这么说，但是你也可以接受的。话什么说，我已经听出来了。我听懂了。我觉得遇到你以后什么原则什么的都没有了。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不，你刚刚这句话我听懂了。就是，你没听懂。我听懂了，真的。你没听懂。那个今晚三更后关闭中门，然后后厅见面，是这个感觉吗？传我这个。听不懂。传我天罡72变。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麻烦你写在小纸条上。啊，好。就可以了，我觉得。没问题。嗯，真的，嗯，再说下去就不太好了。是。嗯，中路这个。这卡特琳娜玩的倒是凶，而且她不开大，因为她没有大，她大招好像在其他地方用过了。我看了一下她这个绿大。她，你情侣在旁边，你这样说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好，情侣这个大的很漂亮啊。她情侣在旁边是啊，有大。情侣也是可以。情侣在旁边有大，所以那个卡特琳娜。这会儿不大，对，不要再是吧？一个不要在我面前一直提什么大什么什么这些字。你很介意是吗？我倒不是很介意，就是有一点介意。人家才不介意呢，但是你不要说。对，你不要说，你知道吗？你说了我就要试着介意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就自从开始聊这个话题开始，我脸上的笑容都有点收不住了。用不用我帮你收一下？哎，别，我带了针线啊！你要干嘛呀？你说呢？这个节奏就有了，冷静一点。嗯，我一直都挺冷静，到底是谁不冷静了？一说了大的问题，你看你自己已经这个口水是吧？真的，我应该给你拿个碗。然后呢？还碗？然后就一会儿自己都可以是吧？直接倒出去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就是你是一个没有节操的。还好吧。话说这一局，由于我上单没有被别人打崩，非常顺利的在，我觉得真是因为这个盲僧一直在蹲，所以触发了我这种隐藏的实力。你们别绕了，这种夹子一路过去就踩了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刚在下路去支援的时候，是不是踩了一个夹子？嗯。所以这个时候我踩这个，我你不记得了，没这回事。但大家发现了，你一定要踩这个夹子，为什么呢？踩夹子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踩夹子？那是因为踩了之后回头撤退的时候就不会出事。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有个人在下路的时候说自己踩到了一个夹子啊！你看这夹子我全都踩了呀，我不止踩了那一个。嗯，对，不止一个，好多个。嗯，我这样说你满意吗？满意了。嗯，以后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注意现在这个细节，龙龟一直在加，为什么？然后这个地方隔墙插了一个眼，为什么？找时间就上了，你跟这个火箭龟同学，我们先绕着这个夹子看。如果我真想绕，真是可以绕的。这个谁大招都没开出来，他最后开大招的那一瞬间，鳄鱼被击杀了。这个好亮，队友都很厉害。那是不是你能别在什么龙龟传送过来嘲讽之后就说，哎，这个好亮，我前头打那么多，你一句人话都不说。哎呀，我是觉得你看队友的站位都很好，是吧？让这个 EZ 的 W 给自己加攻速。哎，你一说，我倒是发现真是他们三个都站在一起了。对啊。就都很好啊，不是第一，我觉得就第一我不合群怎么了？第二，你能不能就是你现在上节目的节目我已经上节目的目的我已经发现了。你不要这样，就说都不会话了。就我什么地方打得不好，你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是吗？我绝对不会说我知道的，不是是这样，就是哎，你看你还赶紧跟上队友节奏，你就然后注意力从你身上先分散是吗？对，哎，吸这个卡斯丁，然后再搞这个女警。再找鳄鱼呢？鳄鱼死了。推塔才是重点，对吧？不，我觉得就是那个解，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应该注意一下啊，对你该回去了，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就推最后一波就好了，是吗？是这样的。不，我还是想说，我觉得哎，你看这个皮肤真的是帅啊。好。
然后呢，就是有时候还是要跟队友在一起的。这我已经没法聊，没法聊刚刚那个话题了，是吗？好，我换一个。听说，啊，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九号开蛋蛋糖叫我名字服务器的那个没戏了，是这样吗？是改到十号了。但名字好像你真还是搞定了啊，是叫叫7M 魏正天。所以说你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你就要干嘛来着？我干嘛来着？我应该干什么？就是之后就要有所作为嘛，对吧？是。那你现在还记得这个话吗？我十号要不要去啊？你这话听起来就感觉好龌龊的味道，不就是去打个应酬吗？我能干嘛？你能干嘛？又不是让你去结婚，对不对？哦，你还是有这个想法的是吗？没有，我绝对没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讲，我觉得这当时小牛娶木木这不是事儿。我跟你讲，这我这巴不得他娶木木，但是你这个我跟你讲，这不一样了。我这样娶人还是有区别的。我懂了，好，我会在你跟陆可之间做个选择的。